很普通的普通的肉身，你从他身上看不出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但你能从他的掌承担着，也是与人人是神全部心情的发表。你不是很想看看天上的神吗？是啊。你不是很想了解天上的神吗？你不是很想看看人类的归宿吗？想啊。他会告诉你这一切从未有人能告诉你的秘密。也是你进入新时代，进入新时代的向导。太好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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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看看天上的什么？你不是很想了解了解天上的什么？你不是很想看看人类的归宿吗？他会告诉你这一切从未有人能告诉你告诉你的秘密。会将你所不明白的真理告诉给你，它使你进入国度，进入国度的大门，也是你进入新时代，新时代的向导，也是你进入新时代，新时代的向导。哎，这么说，神回来了，神回来了！哎呀，不是不是，神没回来，没回来。这里说的道成肉身，是指主耶稣基督。对，就是主耶稣，是吧？是主耶稣吧？你们呐，可真是糊涂。怎么了？人家明明说。神已经是第二次道成肉身了，
你们咋就没听明白呢？是啊是啊，刚刚不是说这次神来做工不是灵体，而是很普通的身体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看来是真的，我听错了，原来是真的。这样一个普通的肉身，有很多人所不能测透的奥秘，他的所作所为能使你，能使你测度不做工作的一切目标，使你足以看见，它并不是一个人所认为的，简单的肉身。身在末世对人类的不念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肉身吗？怎么能说成是神呢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呀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是这么回事啊。他明明是……哎呀，你急什么呀，听人家把话说完呢。哎呀，弟呀，弟兄，你别着急，听我说呀。虽然你不能听见他说话，犹如惊天动地一般；虽然你不能看见他双眼，犹如火焰；虽然你不能受到他铁掌的管制，你能从他的说话中听见神在发怒。这好就太好了，神一直在眷顾怜悯着我们呢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就太有福了。福在哪儿？它代表神在末世的心意，代表神在末世对人类的顾念，顾念。哎呀，太幸福了。虽然他的说话犹如惊天动地一般，虽然看见了他的双眼犹如火焰，虽然……哎，不对不对，好像不对，不对，这不对，你说的不对。我说的不对？人家唱的是啊，虽然你不能听见他的说话犹如惊天动地一般，虽然你不能看见他的双眼犹如……什么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一遍。虽然你不能听见他的说话犹如惊天动地一般，虽然他的说话……你刚才是说他的说话吗？是啊，他的说话呀。怎么了？他的说话
犹如惊天动地一般。是不能听见，人不能唱呢。哦，对，是吧？哎呀，别急别急，有话慢慢说呀。他的说话是指神的说话吗？是啊，你想了解神的说话在哪儿啊？神说了哪些话？咱们咋就不知道呢？别着急，弟兄，别着急呀、啊。你说神说话是多大的事儿啊？这是小事吗？神应该先通知他。凭什么让他们先知道呢？这不公平啊！神这不偏待人吗？这。弟兄，你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呀。这里呀、啊，有很多事儿呢。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！别急呀、啊，好好听人家说呗。是呀。你看，可不是，他不就是因为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还都不知道吗？别急别急，听我慢慢说呀。再说说吧。你想了解神的说话，神的做工。咱们呢？哎，是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就是让人能在地上看见天上的神，看见天上的神在人中间生活，让人能认识神，顺服神，敬畏神，爱神。所以他才第二次重返肉身。是重返肉身，对吧？没错。虽然人今天所看见的是与人一样的神，人看见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神，人看见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神。那又怎样？但到最终，但到最终，神要让你们看见，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，天地都要巨变；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天上要昏暗，地上要混沌，人类都要活在饥荒瘟疫之中。这么说呀，是有点可怕。看来这个人对我们还真挺重要的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么说是有点可怕哈。但主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这一切都不会临到我们的。就是。我们呐，不但不会落入饥荒瘟疫之中，对对对，哎，更不会毁灭在地狱之中的。就是啊，哎，别着急。是，你看，主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。哼，他们三个怎么表演这一出？这不是跟人家这么干吗？不对劲儿啊！是的，听听，咱们再听听。弟兄，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。来，你们先坐下，我们还有话没说完呢。哎，还没说完呢。是啊，咱们先坐下，先坐下吧，再听人家说说。咱还没说完呢。弟兄，先坐下吧，咱们再听听。来，就是先坐吧。哎。让你们看见没有末世道成肉身的神来拯救你们，来拯救你们，那神就早已
将人都毁灭在，将人都毁灭在地狱之中量。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，你们将是永远的罪。将是永远的尸体。希望他们能听明白呀。这说的太可怕了，是是是，他们说的这些话也是深奥，听明白呀。是啊，哎呀，看来这个普通的人可能真的是神所道成的肉身了，你看呢？寻求寻求了，是啊，你听着咋样？我听着也是啊，是啊，你们说呢？哎呀，我还是比较关心他们说的神的说话呀。哎呀，这神的说话也是这些事情的。神的话在哪儿呢？对呀，说了半天，他们也没告诉咱们呀。是啊，也没给咱们解答呀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人家没告诉。那咱也没办法呀。哎，咱也想想办法，找找啊。是得想办法，咱也得想办法。是啊，寻求。不如我们查查圣经吧，在圣经上找啊。哎，圣经。对呀，好办法。是是 是, 是，圣经还是可以找得到的。是啊。对呀，查查圣经。是的，走，走，查查圣经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先查哪儿呢？那当然是先查以赛亚书了。对对对对，以赛亚书。嘿，以赛亚书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以赛亚书也没有啊。是啊。没有啊。是啊。是啊，没有。来，再查耶利米书。对，查耶利米书。这里也没有。是啊，这奇了怪了，哪卷书里有啊？哎呀，你们都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我知道查哪儿。哪儿啊？当然是以西结书喽。哎，对呀，查以西结书。什么查吧，他等什么？快快快！这是启示录啊，怎么把启示录忘了？对呀，哎呀，查了查了。不找了，累死了。
没有啊。是呀，我查了半天，也没找到。他们所说的神的说话呀。神的说话找到了啊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啊，原来没找到啊。在哪儿呢？神的说话可到底在哪儿？主耶稣所说的话不都是神的说话吗？嗯，说的对，是这话也没错，还找什么找？对呀，还有耶和华的说话也是神的说话呀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不是一回事，不好说呀，不好说呀。还找不？这说啥呀？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没错。但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归宿。是啊。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，从未有人能告诉我们的秘密。哎，对呀，对呀。是啊。耶和华神也没有将我们所不明白的真理告诉给我们呀。是啊。说到也没有说到呀。是啊，他们怎么这么说？怎么走了？哎呀，那谁能告诉我们呢？谁会告诉我们呢？这些谁能告诉我们？我想啊，除了神，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这一切。也就是说呀，能告诉我们这一切的那一位，一定就是神。是啊，没想过，没想到呀！是啊，太好了，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，快看，化在肉身显现。化在肉身显现，这是什么书？这本书咋这么厚呢？啊，是啊，赶紧的，还赶紧打开，看看是一本什么书。快，打开看看吧。哇！目录：神的发表。神的发表，这词儿新鲜啊！这是一本啥书啊？不知道呀。这不就关于神的发表的书吗？哎呀，赶紧往下看吧。对，快看。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。看这。哇，这么多！让我看看，神就当是道成肉身的神，向全宇的发声。让我看。经营人的宗旨。这边还有这么多呢。当你看见耶稣灵体的时候，已是神重新更换天地的时候了。这是不是重新更换天地？里面还有什么内容啊？太好了，哎呀，看着。哎呦！弟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心一点。继续。只有末后的基督，才能赐给人永生的道。
永生。大家别急，大家别着急，慢一点。大家别急，凡属血气的无人能逃脱那愤怒的日子。基督用真理来做审判的工作。什么是审判？还有什么呀？还有啥？再看看，就是审判的工作。当为你的归宿预备足够的善行。归宿！让我先看看，这哪能？大家小心一点，大家别急，小心一点。小师兄，来这儿，大家别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神在人中间做了很大的事，很大的事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找到了什么？神的话在这儿呢。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是这么说的。他是你进入国度的大门，也是你进入新时代的向导。哎呀，这是真话呀！看看这个吧，弟兄，来这儿一起看看吧。这样一个普通的肉身，有很多人。让我看看。哎，咱好好看。这也看不到啊，可不是。但你能从他的说话中听见神在发怒，神在发怒。哎呀，再看看吧，我看看，我先在哪呢？哎，又知道神在怜悯人类，神是怜悯，更领略神对全人类的顾念之情。没有啊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有，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来，老弟兄，再看一看。虽然人今天所看见的是与人一样的神，人看见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神，看见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神。这还是没有啊。再好好找找，在哪？但到最终，神要让你们看见，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天地都要巨变。没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天上要昏暗，地上要混沌，人类都要活在饥荒瘟疫之中。饥荒瘟疫，饥荒瘟疫之中，这好像启示录里的话。过来看看。对呀，再找找。哎，老弟兄啊，这话的口气挺严厉的，说得出来的呀。这个话怎么像主耶稣说话的口气？好像在新约四福音里见到过这类的话。对呀，我听着像神的说话。哎，这还是没有啊。没有这原话。来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这儿。哪儿啊？你们应该知道。我看看。你们应该知道。对，没有这个肉身的存在，整个人类都难以逃避一场大的浩劫。我看，难以逃避末世神对人类的。神对人类更重的惩罚。哎，让我看看。
没有这个普通的肉身的降生，你们都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能。哎，没有这个肉身的存活，那你们今天哎怎么了，就不能得着真理，来到神的宝座前了。哎呀，反而都因着罪孽深重，而受到神的惩罚了。哦，反而都因着罪孽深重，而受到神的惩罚了。弟兄，现在你还着急吗？神的话是不是找到了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看这话是不是神的说话？哎呀，可不都是神的说话吗？是。现在心里有答案了吧？哎呀，有答案了，这下踏实了吧？嗯，我还得多读神的话呀。咱们再看看，你看没看过这本书啊？这个问题没，我好像在哪听说过。哎，是吗？这本书不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吧？哎呀，爷爷，这本书跟圣经有什么关系？别说，别说，我知道，正看呢。你们吵吵啥呀？什么呀？圣经呗。老了，旧了，发黄了，就不读了呗。那读什么呀？读神的心说话呀。神的心说话。对呀，神的心说话。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就是，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。神说话，我们也听不见呢。是是是，听不见嘛。但是，难不成？像我们上天上去吗？哎，我们上不了天，神可以来到地上呀。神是灵体，灵体，即便神来到地上，我们还是听不见他在说话呀。嗯，来来来，咱们坐下说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神的灵与我们说话，我们确实听不见。但是，神穿上肉身与我们说话，我们不就能听见了吗？哎，对呀，哎呀，那
神怎么还不道成肉身与我们说话呢？我们都在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呀。来，你们都仔细看看这本书。你们呐，都仔细看看这本书。画在肉身，难道从画在肉身显现这几个字中，你们就没看出点什么来吗？画在肉身，哎，肉身，肉身，那不就是人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画在肉身显现。啊，显现。啊，哎呀，这不就是神在肉身中向我们说话了吗？哎呀，对了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明白了，太白了，这么说神回来了，这是事实咯。哎呀，我们还都在傻等，原来神早就回来了。没错，不然的话谁能发表这些真理呢？哦，对，是啊。哎，赶快读读书中这些话吧。这么厚呢？这么多，赶快看看吧。认识神的最新做工，跟上神的步伐。对呀，我们信主啊，跟上羔羊的脚踪是最重要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救主早已驾着白云重归。重归，主真的回来了。是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就是神这次道成肉身的全部发表吗？哎，神是活水泉源。是啊，啊，他的说话怎么能只有这些呢？怎么能只有这些？这些就够多了。这还少呢？这可不少呢，我看不少。光目录都十五页呢，这么多目录都这么多，这得读多少天呢？这得说多少年呢？哎呀，可不是，这么多还不读？这么厚，这得多少篇说话呀？哎呀，这比圣经里的话这么多还少呢。这可不少了，这本书比圣经还厚吧？哎呀，厚多了。这本书中的内容啊，
啊，只不过是啊，神子自道成肉身的啊一部分发表。应验了神的话呀！这个太好了，真是。话在肉身显现，你有了吗？哎呀，还没给我呢。这本书啊，看到书了吗？这本书上次啊，他们借给我一本书呢。那你读了多少啊？我只看了一小部分。这些话呀，可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呀。神这次道成肉身了，可真是出乎人的意料啊。是啊，哎，弟兄，再给我们交通交通吧。好啊。咱们呢？再好好听听，哎，好啊，再说说吧。好，咱们再说说。神来在肉身，向人显现，与人呐，面对面的说话。面对面，这不就跟见到主耶稣一样了吗？是啊，是啊，结束了人类在渺茫中摸索的时代。你看咱们呐，以前信神咋信的呀？这下能看见神了，以后有啥事儿直接问神就行了。哎呀，是啊，那就再也不用自己摸索了。神摸索这些，太好了，这可是呀。是啊，我们呐，亲耳聆听神的说话发声，明确的知道了神对人类的心意，也知道了神对人类的心意。同时啊，也就知道了神对人类的要求了。这些神都说了，都说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些神都提到了呀。那神道成肉身啊，可太好了。是我们赶上好时候了呀。嗯，那哪是你赶上啊，这是神恩待呀。确实是神恩待呀。哎呀，做梦也没想到啊。哎呀，这做梦可想不到，能赶上这样的好事算是想都不敢想啊。这可真是我们的天德啊。老弟兄信主大半辈子了，能走到今天，这不都是神的拯救吗？哎呀，神没丢弃我们呢。是啊，神太爱我们了。神来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神回来了，咱们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是啊，神回来了，这是好事，应该高兴啊。四妹真是太激动了，可以理解。弟兄姊妹，静一静，听我说，大家都往那儿看。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，为我们带来了真理与生命啊。是啊，也正是神所道成的肉身，为我们指明了
人类蒙拯救的路啊！蒙拯救的路，是的，蒙拯救的路。这可太好了，咱们信主不就是为蒙拯救吗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正是这个普通的人，这个神所道成的肉身，为我们，为人类带来了蒙拯救的路。重返肉身，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蒙拯救了。而且若不是这个肉身的来到，神早已将旧的时代结束了。对你们这么有益处，那你们何乐而不为你？你们知道吗？若不是神重返肉身，若不是神重返肉身，那任何一个人，那任何一个。没有机会蒙拯救了。而且若不是这个肉身的来着，这个肉身的来着，神早已将旧的时代，神一直在眷顾着我们呢。是啊，神垂听了我们的祈求。神知道
我们在哭盼他的到来呀。如今他真的回来了。是啊，神真的回来了。我们还在等待什么？生命道路拯救了全人类，拯救了全人类，缓解了人与神的矛盾，缩短了神与人的距离，沟通了神与人的心思，也是他为神得着了更大的荣耀。
什么？你不是很想看看吗？